这里的环境非常好，然后有山有水，然后树也很多。让这么多人来到这么贫穷落后的一个小山村画画，我感觉这个成功第一步我踢出去了。当初让他们见，他们可能感觉到你是学画画的，我是一个种地的啊，我盖成之后你没学生怎么办？但是我心里面知道，你只要盖成，但是人是住不下的，不是没法安排人，这个我很清楚。所以说我在心里头我可以答应你，你只要建好，按我的标准建，建好之后我就可以让你入住学校。主要是通过这几年发展，不光在那个村子变美啊，在环境变美，更重要是群众确实是在家门口都能挣到钱。